快乐大使，在昨晚参加了听见国乐五五朋友节专场音乐会，周深身穿蓝色的西服帅气出场。周深演唱了《微光海洋》《时节》《祈愿山海》三首歌曲，唱得太棒了。我真的特别喜欢《祈愿山海》这首歌，周深那空灵温柔的歌声有着抚慰人心的作用，可以让听歌的人内心变得平静。最令人惊讶的是，周深一出来，整个音乐会就沸腾了，台下一片蓝色的海洋，深迷们欢呼声、尖叫声此起彼伏，掌声雷动。周深真的太受大家喜欢了，真的必须开演唱会了，太多人期待了。希望我们一切都好，一切都最棒，一切都超好的。有一位歌手未来能够获得格莱美音乐大奖，这位歌手最有可能的就是周深。他能获奖的理由如下：一、乐感杰出。乐感是一个歌手最为重要的演唱天赋，周深是当今歌坛里乐感非常杰出的代表。不论是抒情歌曲演绎时强弱声的转换涓涓细水，还是节奏型的歌曲演绎时各种声音形态疯狂的转换的俏皮感，全部都说明了周深拥有一位歌手自己应该拥有的乐感。看他唱现场时稳定的发挥可见一斑，他在时光音乐会上演唱光亮惊呆了一众乐坛前辈大咖。要知道这首歌曲音乐跨度之大，还有细腔的唱法，几种不同音乐和唱法之间的切换，仍能保证高质量的现场输出，可见乐感不是一般歌手可以企及的。二、嗓音条件得天独厚，属于老天爷追着喂饭的人。相较于美声唱法以及民族唱法所严格要求的特定音色来说，流行唱法对于音色的宽容度注定了他对于嗓音条件的要求不会太高。周深属于典型的破嗓子，相较于一般男性音色更柔更细的嗓子，甚至有童声女声的混合，实在非常特殊，这也能够更好地唱出如今这般空灵婉转的天籁之声。也难怪周深在好声音的舞台初次露面就给人以惊艳的感觉，他的嗓音通过后天训练可以实现吗？答案是几乎不可能。三、音乐风格多变，受众面广。周深的优势在于可以驾驭多种音乐的风格，他可以走多种方式唱歌，他既可以走年轻化的路线，又可以主打青年市场，还可以融合民族美声主打中年市场。从周深的作品中你可以找到全家人都喜欢的音乐，近几年的国内 OST 王者也决定了他的受众面很广。四、周深海外的留学经验让他唱外文歌曲游刃有余，这也保证了周深歌曲推广度以及被更多国外媒体看见。在深入人心的第一季舞台上，周深演唱了极高的英文歌曲《孤独的牧羊人》，
周深演唱这首歌曲用的是约德尔唱法，非常体现演唱功底的唱法，这也让他加分不少。最后祝愿周深能够越来越好。谢谢，感谢深深，哇，真的感受到了现场好大的热情。来，深深，我们移步到舞台的前方。Hello， 深深的这首《微光海洋》哇，真的一下子就把我拉进了那个氛围当中。我刚闭上眼睛，真的好享受，我觉得你的歌声真的是插着翅膀。谢谢、哦，真的，那是因为有他们，我才会插着翅膀。是，今天有非常多的歌迷朋友们来到现场支持深深。那深深首先先跟我们现场以及屏幕前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歌迷朋友们一起打个招呼吧。好，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大家好，现场的朋友们。欢迎，深深，我们又见面了。对啊，上一次见面我们是在7周年的盛典上。对，跟你一起当主持人吧，算是。当时我们还一起背了台本。对，背了台本。瓶子还偷偷跟我分享了一些你背台本干扰他的小故事。哦，哎，这个就不说了。那你觉得我的主持能力呢？那是一流的。求生欲你也是一流的。好的好的，这一次其实我们除了在7周年之外，又在王者的国乐舞台上见面了。嗯，那么可以讲啊，深深是我们王者荣耀和 QQ 音乐的老朋友了。对，今天呢，老朋友相见，遇见知音，也是符合了我们今天第二篇章的这个主题。今天我想问一下深深，知音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觉得首先音乐对于我来说是知音，然后我的声迷，我的歌迷们对于我来说也是知音，然后谢谢，然后我觉得所有喜欢听我唱歌然后听过我歌的人，然后可以传递到我所传递出去的信息的人也一定是我的知音。然后我觉得王者荣耀对于我来说也是知音，因为我们通过音乐相识，然后也可以通过王者荣耀这样的一个机会去跟大家分享更多属于我们国乐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跟王者荣耀的所有的召唤师们也一定是知音。是的，深深也是我们大家的知音，对不对？哇，好给面子，谢谢。哎，说的实在是太好了。这次深深和 QQ 音乐的再次携手，让大家非常的惊喜。今年的 QQ 音乐提出了一个国乐焕新的理念，希望能够挖掘更多高品质传统音乐的韵律，并且注入年轻的鲜活表达进去，让更多人体会到国乐之美。而我相信深深和 QQ 音乐也有，就是可以讲是非常非常多如遇知音这样的一个感受吧。对，当一定是，我觉得 QQ 音乐对于我来说也是知音，因为它会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去寻找我的知音，所以 QQ 音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音，所以才能跟大家相遇嘛。